你有冇听过首歌叫《任我行》？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分？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？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套？人群是那么像羊群啦，即系成个香港就系咁啦，成堆羊都系去嗰度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唔系羊，你每日做羊做紧嘅嘢嘅时候，做得好唔开心嘅，你咪要企出嗰把遮，系与晒外独行。JMO 呢件事就系 offer 在与晒外独行嘅人可以聚埋一齐，等你唔好咁孤独。为何在与晒外独行？我叫 Jason 啦，我做保险噶啦，我系呢度嘅其中一个老板啦。而家我咪做紧日头自己做紧份工啦 ，OK？ 夜晚帮手经营食店啦，再会做直播咯。我哋叫 Jamosphere 啦，咁 J 係 Jason 啦 ，A 係 Andy 啦 ，MO 模咧係 Timothy， 就係我哋嘅琴手啦。目前係我哋三個啦。我哋4月1日開始嘅，而家根據官方數字就我哋平均每晚大概1600人或者1800人左右會睇過啦。咁其實我哋想做到嘅事就係話，只要你有想唱歌，你想表演你嘅音樂，你嚟揾我哋啊，俾個空間你試下，你可能會愛上呢個感覺。會揾嘢嚟喎呢個，捉鬼要用保鮮紙。有印象嘅，我係會企喺沙發上面唱歌嗰啲 BB 嚟。我依稀記得我細細個蒙面超人定係咩嘅嗰啲卡通片，就算我唔知佢講乜，我都會跟住唱。好細個就唱 Only You 噶啦，我都有參加嗰啲大台嘅節目嘅，但係嗰陣時可能興嗰啲唔係我呢啲款嘅人啦，唱咗幾句就俾人叮咗落嚟啦咁。咁再加上其實係冇獲得過屋企人嘅 support， 咁所以好快嗰件事就沉咗，係啦，冇再唱歌，即係冇再認真咁唱歌好耐。冷冷雨風和沒笑點，因找不到你，雨點不清楚，你已拋低我。即係嗰個年代啲人就梗係揾錢啦。咁當時我未有自己一個獨立嘅意志去思考嘅時候，所有人都行緊條路㗎。由讀書嘅年代，香港已經係講緊呢樣嘢㗎啦。慢慢你就會行入咗去嗰個即係都市模式嘅。揾食揾好啲嘅食好啲，揸靚車都即係一定會進入嗰個模式。咁但係係咯，慢慢你會覺得有問題。咪聲咁 OK， 你知唔知 OK？ 歌手係我一直以嚟嘅夢想。我參加好多個坊間嘅比賽啦，有小型嘅、大型都有。直情英皇的新手都曾經參加過嘅。識阿 Jason 是因為我參加一個歌唱比賽，他就緊緊輸咗俾我，他成日都記住呢件事，就一見如故。咁我哋就開始有好多聯繫，我同佢嘅關係已經去到即係父與子咁樣嘅啫。憑什麼？沒什麼。我以前是很模糊方向、很模糊目標的，但是 Jason 的是做啦，你有能力追啦，你有能力去闖啦，不要給自己藉口。咁透過呢個平台，我就可以做翻一個我想做的自己。即係佢都很高興啦，自從唱咗歌呢幾月嚟，佢都接過一次 show， 嚟緊又會有第二次 show。咁佢咪接近咗咯？起碼你有笪地方令到你踏上咗個舞台先。我好中意明嘅，生活最接近我嘅嘢就係我最舒服嘅嘢。你好聽嘅時候，一定會有人拍掌嘅；你唔好聽嘅時候咧，啲人就會繼續食飯咁樣咯。我覺得依個嘅 interaction 你唔會喺一啲嘅大平台度揾到。今日我哋表演嘅已經好正啦，我哋又用一啲好簡單嘅器材，但已經做到一個好震撼嘅效果。我覺得依個正正就已經證實咗我哋依個 live 嘅意思。
只要你一個好的空間、好的平台，就可以做到你即係心目中或者夢想做到的事。有啲意外，但有啲期待。係啊，好想聽人唱歌。正啦！突然間餐廳會有人唱歌，功能嚟嘅，最好聽嘅，係好符合我哋。Good job, OK。即係你個 financial 個 status 你舒服咗，但係內心嘅嘢，原來你到死嗰日你都未照顧過你個心嘅感受嘅，咁係好大鑊噶嘛。所以世界係好多種唔同嘅嘢嘅，我係只係 offer 一個空間俾一啲唔同嘅人做一啲唔同嘅嘢啫。今年嘅 Apple 發布會靠曬你啦！我會努力完成任務，將最新嘅 iPhone 帶翻嚟噶啦！想睇最新 iPhone 消息，即上 Gadget Guy Facebook page。